有种要找太岁的救老母，春生说叫伊替郑水满光叫，两人真不简单，再用神秘的情别达成了协议。但是万珠说在树底下，这波神秘来出亏，皇天不如苦心人，有种拼死找到太岁啊！但是要为太岁时的手中摕到太岁，并无遐尼简单。太岁神，只要你愿意赐我力量，不管你要求我做什么代志，我都愿意去的。少年，我这里有远，吃落唔但会使治百病，阁会使起死回生。阿唔过，嘛是爱命格有够重的人才自在。若是原本就优秀以前，吃了药啊，唔那袂好，阁马上无命。算你要救的人，吃了药啊，救了我，我同款替你的性命做主。那呢，你敢不愿意替你的性命来搏过吗？好，求求。好。停。多谢太岁神。好啊，您的赛道。你这条命是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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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一定要坚持呢，坚持等阿幼雄回来呢。好、哦，爸爸，爸爸，慢慢点，这里是太水，真假吹的啊！今后今后，听老娘不，家里好，有气呀！气呀，气呀！气呀，陈桂桂，陈桂桂哈，啊，对对对，家里去，家里哈，睡点睡。有气啊，有气啊！哪样累了？你全这个不是起死回生的太岁？我有气啊，有气，有气啊！我啊，那魔鬼啊！你才是天主啊！你全这个根本不是太岁，你哪有他的爱死啊？阿母，有气。阿母，阿母，你别跟我讲生气好不好？你不能死啦，你不能死，我不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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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，你不能死。哎呀，我天啦！阿大夫啊，你是好啊，妹啦，你来给我加油啊！哦，我靠，这么惊死啊！哦，难道这是我身上的代志啊？那又叫保龄汉子来这啦？哎呀，你看，保龄啊！我不会怕你，我会怕上啊！我目睭乌认，一定是你在陷阱甲偷嘛！哎呀，对呀、啊，我都不是你无色目睭，我敢甲你怕，我甲天照到，哎，绝对是别人甲你怕，不是我啦！哎，奇怪，那红花的代志哦，我安那想都想袂起，特别是安那，我唔知你那是哦。我有啊，大夫啊，他麻烦你了。
嘿，悠悠枪哦，摕一来恁叫分阿母食，哥哥因阿母食了，水死啊！今嘛哦，因兜正咧办油酥啦。真好诶！嘿，悠悠枪哦，无用个几百年头啊，拢得袂着好事。我来听人，我就爽啊！大呀，这哦真正是天公伯斗三工啦！等因阿母吼一个死哦，安尼伊就大好，大好伊就无资格扛大轿啊啦！哦，派别你个叫的哎呀！哈哈，快些快些！老阿妹，你是我好头手啊！阿妹哦，咱有啊哥哥了吼，即来油价吹伊麻烦，可以袂当扛大轿。我英明，我英明。哦，拢是三门杀机啦，阿伯，一个温存你入去的啦。你就听我的口口，卖阁贵啊，好不？有枪，你就卖阁自责了啦。这件代志嘛袂当完全拢怪你啊，为着要救阿母，嘛是安尼受尽办法。阿伯以后一定会知影你的苦心的啦，好。哎呦，进来看，进来看，好。你这个老爷不好啊！别打啦，别打啦！何阳进啊，这悠悠枪，我敬伊的爸母，今卖因老母死啊。因老爸嘛，不要一问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哦，因老母就是伊害死的啦。对啦对啦，害死的啦。不好听啊你！你嘛袂讲哦，就像伊这毋是不好听的。哎，干好啦！那你昨天来看，应该差不多的哦。有小心是不好听，大家心里知知的啦。你咪收超过啦。哼，你咪听有小你暗话啦。就像我个爸母个不好囝，根本就无出过更大叫啦。搁再讲，即卖伊嘛大好，身躯无生气。伊若硬要更大叫哦，安尼对正水嘛不敬呢。对啦对啦，参像这种更大叫重要人物哦，就应该交阮好头帮来担任。大家你讲对唔对啊？哎，你怎样啦？有像伊阿母个死哦，嘛毋是甲你愿意个啦。恁紧来哦，提出来做文章。顶好头包，根本就是在找麻烦啦！大家拢是心内在在的啦。好、哦，想要装大叫，你嘴面啊，我呸！你这人敢敢配嘴我？你这小杂物，敢敢大配嘴我？我看你活过了严身。你啊！啊！啊！这家伙，竟然敢喊！啊！不对，啊！袂记哩，袂记哩，袂记哩，拄着我，除非恁吃得土，才会记哩我。啊！对啊，我想起来，我是巴拉米的妖怪。我嘛收起，你这妖怪，不怪啊！我是妖怪啊！我拢记得个，我来是你的玫瑰啊！进来走，进来走。好了，麦少，快跟你们好爸老父。你说电影啊？英雄，英雄，英雄！阿婆，阿婆，英雄！阿婆，这里，英雄！阿婆，你叫我过来，你好。英雄，阿婆跟我听听阿爸讲。你为着阿母去做一笔太细药啊，要让阿母去受委屈。你好，今麦好，阿母哦，好细好细啊，阿都好赞成哦，回村赶快啦。我代志就好，我代志就好啊。有啊，心情好，阿爸都凑快啦，你阿爸都阿爸啦。阿爸，阿母，
要给我的。不过这世间，这个世界有太水这款的物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悠悠将。悠悠将，今日你老母已经换，哪呢？应该来救你这条命。俗语讲，孔子讲唔敢受人的见面听，这声太水真正要来逃命啊！就将甘我都躲过这死劫呢。牛牛将，今日你老母一定换，哪呢？应该来救你这条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不处理事，因为有时阵生。比死更痛苦。哈哈哈！太死，我都解破你痛苦的模样。阿吉巴，我更啦！感觉安怎？一点仔感觉拢无，怎么呢？你安尼明仔载是要安怎更大条啦？大爷，大爷，你讲我甲友昌伫个江的门口埕连扛大桥，怪功夫你嘛就看。明仔载我来扛，绝对无问题。我唔相信。大爷，我的脚明仔载一定好起来啦。啊，你叫唔紧好起来？紧好起来，你紧好起来啊！啊！友昌，来，我来看看。哎，咩？这边啊，我看吼，啊，一个叫大夫来看卖啊你啦。我去看卖咧。咩？你的手势唔对，我之前去找太岁时阵，脚捌丢经过，是神秘替我乱的。你叫伊来啦？叫神秘来啊？王神秘，你要起来要创啊？要唔经过？倒来我甲你请呀，我本来就要过啊，是你的人甲我打电话，你唔通叫伊有枪介的，你倒来小白。什么？应该到三江啦。好，来呀。你好吗？什么？伊有枪把高发老师处理了。好。你讲得好好啊，表现，阿明仔在这当当来交代给你，你有法了？对，绝对无问题。我相信，阿你都有影爱好好表现的。是。哼，明辉这个空少，明仔唔带闹开未？阿爸奈安尼，竟然相信你。班主，我不一定会输给尤强，你明仔载就等你。我这卡，你的卡马仔就好啊，你唔免等伊急啊。上水嘛，求你保庇我后生明辉，会当顺利跟大家。拜托拜托，奇怪嘞，阿尤昌不是要来扛大轿，开到这阵也未来，不知伊脚是嘛安怎嘞？强车正水马起轿，阿拉叫我开啊，没开啊。
定使。大桥跟袂起来，这是什么情形？是死神唔对，还是有人身躯无清气？死神无唔对，可能哦，是郑水曼一个单台一个起源，还是单台有人哪个出现？师兄大爱，安怎？我看你认输啦，结婚改到三工，啊那无，那耽误着死神，影响着规整运势，你敢担得起？啊！你双脚都袂自然，啊人无好势，你是来要创啥？是郑水妈指点我来扛大轿，我让他完成。打自从摆开卡笑，嘛是要扛大轿啊？什么啦？当作拢无人啊？人拢死了了啊！阮大讲了真对啦，敢讲扛轿一定爱你哦。师兄，你这样小心小心，郑水妈一定会给你保庇。多谢你阿爹。张水妈，请你看到我的诚心，是我心满达成。有影是拍断手骨颠倒用，右冲的脚已经被废掉啊！啊，你是要怎替张水妈扛轿呢？大呀，要我来吃，我恐怕能筋酸了。别闹啊，这人这多哦，伊唔敢对咱人啊。咱就安全了，放心放心。你那个秘书哦，感觉跟杨总用白光大叫，我要喊过好哦。张水妈，求你守护我，我杨总就抓，那是今仔日，你会当好好徛徛光大叫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要孝父母做好子，袂去侮辱我的父母。哎，你这个不好子也无可能更大叫啦，要笑死人哟！就是讲咩，那脚已经破手到安尼啦，我跟你讲啦，除非天落红雨啦，啊那无吼，还有奇迹出现，你才有这才调啦。你免烦恼啦，之前哦大桥扛袂起来，那是因为郑水妈在当台需要一个渡花的人，现在哦有的人已经到了，等一下大桥就扛起来。郑水妈，多谢你。就去讲有心拍铁，铁成针。又将用白马要白来到郑水妈面头前，以过人的意志甲心意感动天地。郑水妈那治好一笔废掉的伤口，猫顺利将桥扛起来啊！大的是又将奥林匹亚的大领桥板出发了。我要等的游园场就是游枪啦，哈哈，真好。奥林匹和游枪家，你去扛轿。是。游游枪，我这边的公路够你抢去，是安怎你真好运？我绝对袂放你走。小金公人袂比你一人，郑水妈真是累，真无简单叫游枪徛起来。但是明辉说等要抢伊后脚了，又从甘花都顺利带信将完成进行的任务呢。途中又过拄了什么代志？明仔台讲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细说台湾》，郑水妈多不好住。
期五指和田江到北港进乡拢上暴烈的，特别出巡拢多是威风威节。但是听讲郑水妈有法宝，会当让当行的信众袂压着火。妈祖要出门的时阵，咱有咱家境的一寡只七十二对的只迄个习俗，啊，尤其特别的就是讲一个迄个叫做红雾面条哦，啊，还有一寡只神人信物。巡游客哦，啊，佮压着雨，啊，尤其特别哦，啊，咱今年闹景转来时，伫咱迄个庙口哦，啊，再五十三钟头的即个宫庙来伫个接驾的时阵，有点是一个奇迹，就是讲第一接的时拢有落雨，但是到佮咱妈祖进行有四顶大轿，到遮规个拢无落雨安尼。一路一边落雨，一边无落雨的奇景，然后当地气象局想拢无，信众嘛相信讲这是郑水妈展现神威。